从这集开始，我将以三集的篇幅呢，讲一下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的李坦之乱。李坦，字松寿，他是潍州北海人，潍州啊，就是今天山东潍坊，等于算是山东潍坊人吧。这个人呢，他不是宋朝的汉人，他是金朝末年金国山东汉人军阀李全的儿子。李全呢，本来也不是什么忠义之士，趁着当时天下大乱，在金朝、南宋、蒙古。 三方之间吧，虚与委蛇，目的就是获取他个人最大的利益。金哀宗正大八年，就公元一二三一年，李全啊被宋军给杀死了。于是李坦就承袭他父亲的职务，继续投附蒙古，主管当时的益都行省。从那儿开始呢，他就日益拥兵自重。开庆元年，就公元一二五九年，李坦呢就加速了这个暗中准备想反叛蒙古。他当时呢。 一面率领军队进犯南宋，把海州啊等等四城给攻克了；一面积极加固啊他所在的那个治所益都的城防。李坦他投降蒙古之后呢，他这个势力啊，好长一段时间内呢都局限于益都路。当时益都的治所呢在今天山东的青州。蒙古灭金前一年，李坦呢就陆续控制了什么海州啊、宜州啊、莱州啊，包括他的老家，潍州。 海州呢，就是今天江苏连云港；宜州呢，就是今天山东临沂；莱州呢，今天山东莱州；潍州，也就是说潍坊了，等于是把益都周围那些地区啊，都控制在他自己手中。此后呢，不到十年之间，他的势力呢，就逐渐伸展到益都以东，还有东南，差不多等整个山东半岛吧，全被他占了。李坦当时的官职啊，是蒙古的山东淮南等路行省相公。 但实际上啊，他从来没有控制过这个淮南，为什么呢？因为淮南地区啊一直被南宋军队控制。公元一二五二年，李坦呢又攻占了南宋北境的海州。在蒙哥汗后期，李坦呢就率领兵马又把涟水啊啊什么等城市给攻占了。由此一来呢，他手下的军队就和南宋军队呢隔河对峙，直逼南宋的淮南东路。为了能够割据一方，占据更多的地盘儿。 李坦处心积虑，采取各种方式吧，加强加深对他自己辖境的这种实际的统治权利。蒙古皇室呢，有一次丙申分封，丙申就是一二三六年，当时那山东益都地区的民户呢，本来属于谁呢？本来属于成吉思汗的幼弟铁木格窝赤金，归他管。李坦呢还挺精明，后来呢，他就迎娶了铁木格窝赤金他的后代。 塔察儿把塔察儿的妹妹娶过来了，通过这种政治联姻呢，等于他就和成吉思汗那个黄金家族啊，等于有亲戚关系了。有了这样的身份呢，李坦在蒙古北方那些诸侯当中就日益变得桀骜不驯。由于异都当时这个地方又属于蒙宋对峙的战略要冲。 李坦呢就抓住这个机会，动一虚贺，挟敌国以邀朝廷，而自为完善益兵计。蒙哥汗时期啊，有几次大规模的征伐，等于都会征调各路兵马。李坦每次啊，鬼辞不至，都以各种原因他推辞，他不去。攻下海州之后呢，他就向蒙古朝廷提出新要求了，要求呢从东平等路啊分运粮饷啊来支持他。当时运输代价非常高昂，由于运输途中那种高损耗。 包括一夫的消耗，代价多少呢？代价竟然是要用一千万单来运这个一百万单。李坦这个人呢，个人野心确实不小，在他辖地之内呢，他一直试图逐渐确立这种制度化的官制，还下令修复烟废多年的什么寺院呢、啊、文庙啊，又在各地招聘儒生，延揽人心，很想有那种开国建国的这样的气象。公元一二五九年，蒙古那蒙哥汗死于四川这个钓鱼城之战。 由此一来呢，黄金家族内部就爆发了忽必烈和阿里不哥这兄弟两个人争夺汗位的战争。中统这个年号呢，是大蒙古国，也就是后来这个元朝啊首个年号。其意呢，取自中华开统。中统年号呢，用了四年，起自公元一二六零年农历五月，止于公元一二六四年农历七月。当时呢，忽必烈手下的主力军队主要对付这个盘踞漠北的阿里不哥。 李坦就想利用蒙古内斗这种形势，进一步巩固他自己啊，割据山东东路这样的地位。乱世之中能够自大，他就对于忽必烈蒙古政权的违抗态度就越来越明显。一二六零年这一年，忽必烈这不亲征阿里不哥吗？各地蒙古军事势力纷纷出兵、出将、出钱、出力。而当时李坦呢，手下蓄养精兵七八万人，可是呢，他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前来助战。借口是什么呢？ 借口是，他要在当地啊防御南宋军队的进攻。忽必烈回京之后，各地诸侯呢又纷纷前往朝觐，唯独这李坦人也没去。中统二年正月，就公元一二六一年，李坦呢又以防御这个宋朝的军队为名，擅自发兵，在益都啊大修城防，在用砖石筑墙的同时呢，又在城外掘出一条深堑，环围这个益都。 我们要知道，蒙古军队这个征服华北地区之后啊，一直禁止当地的各路诸侯修筑城壁。李坦这种举动呢，确实在当时显得异乎寻常。李坦呢，他不仅巩固自己的地盘，还派遣他部下到他辖境以外那些地区高价买马，等于受和忽必烈政府啊争购军马。一二六零年以后呢，蒙古北方各路又通用那中统钞，哎，李坦就不用，他在自己辖区之内呢。 用南宋政府发行的那连州惠子，他这些经济举措，就是用于啊增强他的这个军事实力的一种手段。本来忽必烈和他弟弟阿里不哥两个人打仗期间呢，蒙古一直和南宋啊保持那种互不相攻的局面。为了养敌自重，李坦呢却在淮水一带不断发兵攻打南宋，目的就是要破坏当时蒙古国的信使郝经，当时他出使南宋的这个行程，在相当长时间内。 李坦呢，在暗中和蒙古北方就是其他汉族世侯之间，也是这是个书信往来频繁，窥测时事，字里行间呢，不断抨击朝政。当然了，李坦当时联系最密切的还是他的老乡兼岳丈，也就是当时啊深受忽必烈信任的首任中书省偏章政事那王文统。而在翁婿两个人之间的书信往来中，还有这样的文字，什么文字呢？七甲子。 显然，这李坦啊，早就向他老丈人王文统透露过他自己要割据独立的这样的一种阴谋。中统二年冬天，就一二六一年，趁忽必烈再次率军亲征漠北的时机，李坦呢就想抓住这个机会啊，策动叛乱。谁料想到年底就十二月，忽必烈呢他自己忽然回到燕京了。这个时候，李坦呢已经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了，不得不起兵。中统三年正月底，他用先前早已布置的。 自用一马，把留在燕京当日质子的那儿子李按简偷运回来了。三四天之后，李坦呢就命人把他境内那些蒙古戍军啊全部杀掉，公开宣布以连州、海州等城呢陷于宋朝政府，等于就公开和蒙古决裂。李坦起兵之前啊，忽必烈朝廷大臣已经有人对他的用心有所察觉，包括当时的这个詹河、南河、张宏，啊、哎，这些臣子。 都曾经向忽必烈进言说，这个李坦肯定要造反。而忽必烈在当时呢，正和这个阿里不哥打仗，中原地区守备非常空虚。当时他只能对李坦实行安抚和姑息的策略，所以呢，这忽必烈一直给李坦升官，加封他为什么江淮大都督啊，又赐他金斧银斧啊，都共六十多枚，各种保赏奖誉多了去了。而当时忽必烈对李坦这种种特殊的恩惠，都不是出自真心，就是想暂时稳住他。 宗统三年初，得知李坦儿子李彦简逃回山东这消息，忽必烈就坐不住了，马上啊召他的谋臣姚叔啊前来询问，就让姚叔预测这李坦叛乱之后他应该怎么做呢？姚叔当时就判断，李坦举事之后呢，应该有三种战略可供选择：使坦成无北征之信，滨海岛烟闭关居庸，皇害人心为上策；与宋联合，复固持久，树咬边。 是我疲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秦耳。听姚叔如此这个判断，李坦的这个去向，忽必烈当时心急火燎，就追问：进贼将安出？这李坦这个贼人，他将采取哪个策呢？姚叔呢就断言回答：出下策。日后事态的发展，就完全证实了姚叔的先见之明。中统三年二月三号。 这一天呢，李坦就公开起兵了。他本人在连州、海州一带就亲临指挥。起兵之前呢，李坦还派人向南宋表示啊，自己要纳款出降。但他二月三号起兵，他的信使直到二月初一才把降书送达临安。对于李全、李坦父子的人品，南宋政府啊根本就不相信。当时就要求李坦切切实实的把连州、海州两个城啊先献出来，以示诚信。李坦接到南宋方面的要求。 就在二月初十，再次亲自给这个宋朝皇帝写信，就保证自己啊来意真确。不久呢，南宋方面就派出军队，正式还把连州、海州啊这两个地方的城池给接收了。二月二十四号，宋廷下诏封李坦呢为保信宁武军节度使，都使京东、河北等路军马，齐郡王。从这段的双方交涉、啊、就可以表明，李坦在公韩叛乱之前啊。 并没有和南宋政府啊取得确实的这种联络。他起事之后呢，又很快匆匆的领兵往北走了，去益都啊、济南那方向了。就在当年的二月末到五月期间，南宋两淮的边军呢，乘这个李坦之乱，就在什么滕州啊、徐州啊、邳州啊、宿州,、啊、州这一线呢，频频出攻。滕州就是今天山东滕县，徐州呢，今天江苏徐州，邳州呢，就是今天江苏邳县。 宿就是今天安徽的宿县。与此同时呢，李坦也没有向南移兵，和那个宋军形成腹背相靠的这个意思。可见他当时啊，表面上虽然说向南宋投附，内心深处他就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过和这个南宋军队呢联兵来抵御蒙古军队这样的策略。而且这个李坦本人返回宜都不久，马上率领兵马进驻济南，而后他在济南呢一直屯兵长达两个月之久。 直到济南啊被元军团团包围，由此可见，李坦这个人确实没有大略，根本就没有奔袭燕京的勇气和谋略。如果他当时能够进取这个燕京，把元朝的北征主力呢拒于居庸关之外，大可以是以乱求变，取得更大的进展。结果呢，李坦采取的策略，正好被忽必烈手下的谋士啊这个姚枢说中了，就是下策。也就是说呢，出兵济南。 在那里坐待和他先前书信有往来的那些山东、河北地区那些汉人诸侯，想得到那些人的响应。李坦起兵之后呢，就立即从连海呢奔往易都。二月初八那天，他就进入易都了，大开府库，犒赏手下将校。二月十七号那天，元廷正式下诏，命令山东各地啊那些现在还没有反叛的地界吧，赶紧修筑先前被拆毁的那些城池，以此呢来抵御李坦的兵马。这时候。 先前帮助忽必烈打仗的河北、山东各路那汉族世侯，他们的军队呢，虽然已经班师南还，但都来不及回到他们各自原来的驻地。忽必烈也无可奈何啊，只得命令当时济南的万户张宏，归德有个万户叫底夹的，包括五卫军的炮手元帅薛君胜，就让这几部部队呢，率领他们手下人马，在滨州、地州一带集结。滨州呢，在今天山东滨县那地方。 地州呢，就是今天山东的惠民，也就是说呢，让这些人割断这个李坦儿子李南山和山东之间的联系。李坦的儿子李南山呢，就是李坦和王文统他的闺女生的那个儿子。李南山当时呢，在平滦担任蒙古总管，平滦呢，就是今天河北卢龙。同时呢，忽必烈又命令水军万户谢成、张荣石，大名万户王文广，以及东平万户这个严中范。 这些人呢，率领人马就在东平啊集结。到二月二十号那天，元廷又下诏，命令汇集在这个滨地地区的东平的这些各路军队呢，分别从南北两路向济南方向靠拢。最终目的呢，就是要把这李坦封锁在这个山东东路。没料想，李坦比元军抢先一步，就到达济南了。这样一来，济南的蒙古守将守得住城池吗？下一集我们接着聊。原始彩蛋。 放走元朝的马拉松。上一集彩蛋呢，我们就讲放走是元朝的马拉松。从它举行的年限呢，我们就能看出，元朝这个马拉松呢，比起世界上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马拉松项目呢，早了近六百年。元朝文人陶宗仪写那本《南村辍耕录》，就这样记载：在大都，则自河西务启程；若上都，则自尼尔河启程，月三十，走一百八十里。 直抵御前，俯伏呼万岁。从这段史料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得知，大赛起点呢分两个，每段赛程大概都是一百八十里，比赛时间呢长达六个小时。由此可见，这种比赛强度，这种比赛的这个这个礼数吧，丝毫不逊于现在这种马拉松比赛。同时呢，元朝诗人作着诗歌也生动再现了当时比赛的那种盛况：健步儿郎似乐云。 凌衣红帕照青春，一时脚力均休息，先到金阶定赐银。可以想见，当时这些爷们儿啊，虎虎生风，奋勇争先，跑起来啊，快的绝对就像那离弦之箭一样。那比赛奖品有没有？当然有了，史料当中有记载：头名者赏银一定，第二名赏段子四表里，第三名赏二表里，余者各一表里。 所以呢，不同名次的参与者都会得到不同的赏赐，即使你没名次，也有安慰奖。 上一集呢，我们说到，李坦就忽然率领他手下、啊、这些人马，抢先杀到济南城下。当时守济南的呢是这个蒙元的汉族将领，叫张宏的。他手下守城士兵呢，当时还不到一千。李坦领了好几万来，打不过，只好保护着他自己的祖父张荣，赶紧弃城外逃。二月二十六号这天，李坦的兵马呢就把济南大城给占了。 张宏逃出这个济南之后呢，马上派人向这个京城的忽必烈告别，离坦反了。途中呢，正好遇到啊前来讨伐李坦的援军。为了挽回先前这种逃跑弃城之罪，张宏这个时候就自告奋勇，他做前锋，率领一队人马呢回攻济南。由此一来，李坦手下的兵马呢就和援军各路军队在易都一线开始相持了。在此期间， 李坦呢屡次发兵出击援军，但他当时总的战略意图呢，就是想用主力兵马固守济南，等着呢当时蒙古啊那些北方汉族世侯和他的这种支援响应。所以，在李坦起兵初期最关键的几十天内，他在军事上啊竟然没有任何大的作为。那么这李坦起兵之后，先前和他哎，殷勤通气的那些。 蒙古北方汉族那些世侯会和他一同起兵抗蒙吗？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先前天讲这个《宋史》的时候也讲过，蒙古取代金朝以来，以宋朝为正朔这种观念，在北方汉族人当中啊，实际上啊，这种观念非常淡漠，所以当时这个李坦对外宣称的要恢复宋室的这种号召，很难有什么政治号召力，更何况。 李全、李坦父子多年以来一直和南宋军队相杀相抗，因此呢，那些汉族世侯的内心当中根本就不相信他会真的向这个南宋政权投腹。除此以外呢，北方那些汉族士人、世侯也深知蒙古军队的作战能力，这些人之间也是各怀鬼胎，都希望啊其他诸侯能够败亡，那些人一亡了，自己地盘就更大了。 都各自满足于蒙古大汗君临天下之后，他们自己啊割据一方那种实权，而且当时那忽必烈又是汉族北方世侯心目中最适合推行汉法的这样一个帝王，因此北方那些汉族世侯那些诸侯，不可能因为一个李坦就去造这个忽必烈的反。当然了，你说这李坦起兵之前，或多或少这些汉人世侯呢和他呢书信往来还挺密切的，私下呢议论。 蒙古朝政，但他们这些人的这种举动，并不是意味着这些人呢会跟随李坦造反。所以李坦起兵之后，传习各路，结果呢只有几个人响应，谁呢？蒙古太原路总管李义奴哥，还有太原路达鲁花赤戴曲薛，以及邳州万户张邦直，就这三个人响应他。其他那些汉人世侯，对李坦呢不仅没有出兵支持。 而且还在这个元廷正式下这个诏令之后，愤愤带兵呢参加对李坦的围剿。就在李坦呢在济南，屯兵观望的时候呢，元廷指挥中心就逐渐完成了围攻济南的一种军事部署。中统三年四月初，济南郊外这个时候已经集结了蒙古十七路人马，甚至呢还包括渡海而来的这个高丽的军队。元军这些军队在济南集中之后。 就开始呢，在济南城外加紧布置，就凿出那个特别深的沟堑，然后呢，就树立那种这个木栅。到四月底呢，忽必烈又下诏正式命令右丞相，就那北方汉人史天泽，让他作为统帅专征山东，命令所有那些将领都要接受呢史天泽的节度。史天泽接受这个诏令之后，又听从自己手下谋士呢宋子珍的建议，他就和前线那统帅。 蒙古宗王和必赤就商量好了，就没有马上攻城，而在济南城外呢，急增深沟高垒，目的就是想困死城中的李坦，包括他手下的兵马。到五月初，元军又在原有的围城攻势基础上进一步构筑环城，至此呢，济南就被完全困死了。从此之后啊，李坦就身陷孤城，插翅难逃。在六月初的时候呢，南宋军队啊，曾有海路就往北上。 进攻沧州啊、滨州这些地方，这次南宋的出兵呢，可能有接应李坦的意图，但最终呢也没有成功。所以在当时，除了济南、益都这两个大城池之外，山东东路大部分地区呢，很快啊都被这个元军占领了。被围困在济南城之后呢，李坦也是困兽犹斗，又强自支撑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到六月中旬呢，济南城内已经是粮尽力竭了，守军战马都没有草料。 怎么办呢？就截取屋檐上那个草编，扮盐之后喂马。至于军粮呢，就越吃越少，最后就到了人吃人的地步。事已至此，李坦呢也深知末日将至，情绪非常低落，天天呢以酒消愁。七月十三号这天，李坦呢还想拼死一战，于是他整军出战，想突围呢逃离济南。我们要知道，李坦手下军队战斗力啊一点不差，但这几万兵士呢，因为缺粮。 饿得眼冒金星，你肚子里没粮食，出城作战，所以一出城呢，根本就不是城外人强马壮那些援军的对手，因此李坦的突围军队啊，很快就被援军掩杀得一塌糊涂，最终呢又仓皇退回城内。此战过后，济南城内李坦那手下将领也好，士兵也好，为了活命呢，纷纷啊就缒城而出，向蒙古军队投降。七月二十号，济南城啊在这就支持不住了。 绝望之余，李坦亲自手刃啊他貌美如花的爱妾，然后自己乘船，呃，到了这个济南城内大明湖，想到那水深处呢投水自杀。结果当时元军追得还挺紧，李坦就慌忙跳湖，结果他投湖那地方呢水很浅，就没有死成。最终呢被元军生擒活捉，李坦被擒之后呢，马上就被带到蒙古宗王这个何必赤的帐前。 当时史天泽也在啊，史天泽就向何必士建议：“一即诛之，以安人心。”马上该把他杀了，省得以后日久生变。何必士呢不懂汉语，就命令史天泽等人啊会审李坦。而对于李坦被俘之后呢，包括他被处死那些细节，我们看《元史·史天泽传》，其中没有详细记载。而后来那明朝大人文人祝允明，就是那祝枝山啊，他写过一本书叫《钱文记。 其中有个条目就叫李坦，其中对李坦啊有关事项记载的非常详细。根据朱允明本人他记述，他呢得到过啊有几张南宋流传下来的文人回忆录，那作者本人呢原来就是李坦的追随者，在这个李坦手下、啊、这个当过差。济南城呢城破之前的两天，也就是正统三年的七月十八号，这个人呢才越城向城外的蒙古军队投降。 而从叙述语气上看呢，这个人后来呢又流亡到南宋，因此这份资料呢就是这个作者啊在流亡南宋时候他追记的、追忆的。因此呢，文中写到李坦起事这个过程，一直呢属那个宋理宗景定年号，而对李坦的官称呢也是用南宋封的他的那个称号，就是称他为王、齐郡王。这件历史资料实际上是很珍贵的。 我们刨除其中那些迷信成分，细节写得特别到位。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什么呢？就是李坦被俘之后，他受审吗？当着史天泽这些这个蒙古北方的汉人侍候，他就当面咬定：“你美与我相约，就你们这些人先前跟我就有约定，咱们一块儿叛元。”为了灭口，史天泽呢当时就命令手下把这个李坦给虐杀在当地了。确实，我们要读《原始李坦传》，肯定呢会对史天泽。 他俘虏李坦之后呢，哎，那种做法的感到很起疑。你看，既不献俘，也不请示，就擅自下令把这个李坦马上处死。这种行为呢，和后来史天泽那种谨小慎微的表现就非常不相称。元朝的文学家王韵还做过史天泽家传，也特别指出史天泽呢，呃，在手下生擒李坦之后呢，力主斩于军门。后来呢，他回到燕京，必见忽必烈，当时呢，还以此事来自责。 就对忽必烈说：“陛下、啊，当时啊，我擅自下令，把这个李坦杀了。这个呢，我确实有过错。当然了，忽必烈当时也没有怪罪他。所有这些记载都说明史天泽擅杀李坦，这背后肯定另有文章的。如果我们读了朱允明他这书中记述的转述的这份资料，自然呢就能真相大白。当时南宋这个作者怎么写呢？四月三日受围，离城三十里，开河筑城，凡三河三城。” 而围起十七路人马，高丽国兵一来，自围后城中常有白蜃气，观者以为白蛇精。史天泽总把丞相差人于东平取开山人来，开山人者，即五国捕蛇之人。一见其气，谓是白蛇精，未食血，若食血了难收。今则用百日捕得此蛇，成蓟县，可活得李行省，乃于白气之方绝意吐血。 收尽蛇于其内，早夜药成，吹牛角咒之。大蛇不出，小蛇出；小蛇不出，大蛇出。至六日半间，其白气腾空而去。自是李郡王四师精彩，日复昏沉，随军武不齐，将士作乱，以致绝粮，拒不能小。七月十三日，结阵而出，人已无力，复被杀入。尤是驻军见有出头败者。 云昨夜天文见，当主兵败。郡王曰：“俺每也无理会，自是日诸兵出头拜。”十九日夜一鼓，有大星坠于府志李义捻香而拜曰：“李坦死于此。”于是坐于庭中，以镊摘去长髭。二十日早，吩咐众出，各讨路去。王下小舟入海口，投于水，指击其腰。有一老子姓黄曰：“相公为天下不平，做出这事，何故自损？” 掩尔登岸，至孟泉府千户治所，密报张相公差人复出。颜相公首问曰：“此事何等做作,作？”王答曰：“尔美与我相约，却又不来。”研就肋下刺一刀。史丞相问之曰：“何不投拜？”王不答。这南宋作者笔下的王，是指南宋的这个封的这个齐郡王，就是指李坦。又问曰：“忽必烈有甚亏而出。王曰。 而有文书曰，俺起兵，何故被蒙？使唤黄眼回回，斩去双臂，刺除双足，开食其心肝，割其肉，方斩首。令其子提其手，以下山东驻军。李王之死，身无滴血，俱是黄龙将，尸无盈锐，亦可怪也。上述这个南宋作者这个回忆录啊，从中我们就可以见出，当时抓这个李坦之后啊。 史天泽确实急赤白脸，就命人啊把这个李坦给虐杀了。问题就来了，史天泽为什么这么着急就把这个李坦给杀了呢？下一集我们接着聊。原始彩蛋，最牛护照在中国。护照我们现在都知道，就是由一个国家的公民出入本国国境，还有你到国外旅行或者居留的时候吧，由你本国就你所属国发给的，就是一种证明啊、哎，这是我们国家公民的国籍。 和他身份的这种合法的证件，元代护照呢是以公宴的腰牌为主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呢有个博物馆叫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其中呢就收藏有一枚元代的皇家护照。这份护照呢是在公元一二四零年由忽必烈大汗签发的。护照上写着什么呢？我是可汗的使者，如果你违抗我，你就死定了。你看，就是这么简单粗暴，就是恫吓，就是让你恐惧。 所以，元朝的护照，绝对是世界历史上最牛的护照。 上一集呢，我们讲到史天泽等人就把这个李坦、啊、生擒活捉了。李坦当时呢也是大言无忌，当面指称严中范和史天泽说：“这两人啊，你们事前都和我联系过。”当时这史天泽就很担心，这个李坦啊，日后会更多的暴露蒙古北方的汉族士侯之间啊和他的这种信件往来的情况。毕竟在先前啊，和这个李坦的。 通信期间吧，有指摘蒙古朝政的一些事情存在，所以他一反先前慎密谦退这样的稳重作风，当时就擅自做主，下令手下即刻就把这李潭给虐杀了，还把什么心肝什么弄出来吃了，大卸八块。而第二天呢，史天泽马上率领军队往东而行，未至义都，城人已开门迎降。 由此呢，忽必烈时期这李坦之乱，完全就被平定了。李坦起兵失败，事实也证明，忽必烈他手下谋士姚枢事先分析是完全正确的。李坦手下这支军队啊，我们要知道，父子两代掌控，是在几十年的战争过程当中磨练出来的，战斗力实际上是非常强。但这支军队呢，人数不多，总共也才五万多，而李坦和他的父亲李全呢，又长期。 这个占据鲁南地区，在金、南宋包括这个蒙元之间呢，就一直投机做大，因此啊，他们父子在政治上声名狼藉，不属于任何一方的忠臣良将，所以，山东一带老百姓根本就没有人真心支持他。不仅如此，李谭手下那些部众呢，也同样缺乏坚强的这种向心力。 济南被围之后呢，他手下那些兵将就纷纷出城投降了。由此一来，李坦手下这支人数不多、内部有矛盾的部队呢，即使当时他本人胸怀大志，想从山东出奇制胜，远袭燕京，把忽必烈这个呃关外的大军都封锁到这个居庸关之外，实际上他也是干不成的。而就在当时南宋和蒙元对峙的情况之下呢，李坦叛元。 事发之前，如何处置和南宋的关系，本来这关系非常重大。在这里我加一句啊，在当时啊，忽必烈还没有采用元的呃这个国号。这里呢，我们是出于习惯，这个方便才这样称呼忽必烈和他的元朝。而离坛起兵之前呢，确实曾经派过人向南宋呢表示要献出连海三层。 南宋呢，也给过他什么保信宁武军节度使这样一个称号，封他为齐郡王。但是，我们从李坦的个人野心，以及他们父子和南宋军队啊，这个前前后后相抗相杀这个关系来讲，李坦不愿也不可能真正向南宋投降。南宋方面呢，对于这个长期割据一方的征战不休的这个姓李这个贼人父子。 也不会完全信任李坦，给予他大力的配合和支持。李坦约降南宋这个报告，就这个奏折吧，在中统三年二月初一才送到宋理宗君臣的这个案前，就没有等待这个南宋确切回信之前，他就在二月三号那天呢，匆匆起兵了，公开背叛忽必烈。在如此事关大局的问题上，李坦呢如此轻率和操切。 既反映了他降宋的这种全无诚意，也说明他当时对于自己军队啊啊能够取得南宋配合这件事儿，完全也不当回事儿。所以呢，当时李坦采取的唯一方略，只能是姚书先前指出的下策，出兵济南，把全部希望呢啊寄托在他在那里坚守重城，然后取得山东河北一带汉人世侯啊对他的应援，就是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里。 而姚叔如此推测呢，也是有根据的。李坦当时的希望，也必然呢有事先他和那些汉人事后之间的联系呢作为基础。但这个李坦呢灭亡的太快了，这方面的史料啊，在当时很少保存下来。当然了，李坦受审的时候就攀岩张弘、攀岩严中范，包括攀岩史天泽，说你们几个人都是我的同谋。即便有这样确确实实的史料记载。 我们也绝对不能刻板地相信，就当时和李坦啊、和史天泽这些人之间啊，有一个什么共图叛乱的盟约。李坦叛乱之前，许许多多那些北方的这个世侯军阀，平时啊，他们和蒙古统治者之间肯定是也有存在矛盾的，因此呢，他们和李坦彼此之间的书信交往，肯定也会批评时局。所以，蒙元的大臣郝经，他曾经给忽必烈写过这个班师议。 当中就写到：“病民驻监，各持两端，观望所立，莫不觊觎神器。”就是指这些北方汉人侍后的这些暗中串联活动。也正是他们这些人之间呢，这些暗中的活动，就使得这李坦呢有恃无恐，就自认为他起兵之后呢，肯定能够得到其他这些汉族侍候的响应和援助。所以这么短的时间他就失败了。因此，这个李坦对山东、河北军阀的这种失信行为。 自然就非常痛恨，所以他在受审的时候就自然而然会咬这些人，牵连这些人。李坦彻底失败的根本原因呢，还在于新建立的这个忽必烈蒙古政权，实际上已经得到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普遍支持。就在当时呢，中国北方那些汉人世侯、那些军阀就认定忽必烈是他们利益的最可靠代表，而作为地方军阀李坦呢，他当时起兵反叛忽必烈，手头唯一。 能够拿得出来的一张牌，就是民族这张牌。而当忽必烈成功确立了这个蒙汉双方联合统治之后，李坦的这张牌实际上就一文不值。从另外一方面讲，忽必烈刚刚继位的时候，那中统初年，在蒙元政权当中，汉人官僚呢不仅不受歧视，而且呢是当时掌握最高实权的这样一群人。我们想一想，中统元年五月。 忽必烈任命了十路宣抚使，其中呢有两名是回回人，有一名是汉化很深的女真人，还有一名呢是汉化很深的维吾尔人。其余六个人都是汉人。而当年七月在燕京成立的行中书省，除了右丞相马马以外，其他三名长官都是汉人。而中书省那些辽左那些官吏一百多人90，百分之九十都是汉人。 忽必烈呢，又调整补充中书省的长官，总共有十五人，其中仅有蒙古人四个人，其中十名都是汉人，其他呢有四个蒙古人和一个回回人，而且那四个蒙古人呢都是年纪很轻的那种蒙古高层贵族，他们对实际政事非常生疏，实权都在他们的汉人长官手中掌握着，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出和后来那情况相比，忽必烈在那个时候的政府呢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民族界限不是特别强调的；第二，色目人啊，基本不占什么比重。但是，李坦事变发生之后，对忽必烈就造成了极大的震动。第一，李坦那老丈人王文统肯定预先知道这个李坦叛乱的预谋，而这个人呢，既然充任什么重要的官职呢？中书偏章，基本上就是蒙元的宰相，而且王文统是一直受到自己的高度信任。 所以这个忽必烈越想越气。第二，北方这些汉人军阀、这些汉人世侯，肯定先前暗中和这个李坦是有交通的。处死王文统之后，忽必烈就害怕在他身边啊有这种汉人小集团存在，所以他就加紧倒查，倒查王文统的来路。先前曾经推荐过王文统的什么连锡县啊、张毅啊、商亭啊、赵良弼啊、刘秉忠这些人，在那个时间内，在当时都受到忽必烈的这个深刻怀疑。 而就在当时，这些汉人呢，或者是密参帷幄、决策中央，或者是节制一方、支撑大局，等于都是深受忽必烈倚重的这些重要的大臣。自从李坦这个事变发生之后，忽必烈对这些汉人大臣就逐渐疏远了，把他们从中枢重要的职位呢逐渐排挤出去。而在地方军阀当中，呃，追究和这个李坦先前有交通的这个问题的同时，忽必烈处理起这件事来呢。 显然呢，还是以非常微妙的手段加以处理的。这是为什么呢？第一，这群北方世侯军阀，这群汉人军阀，他们呢都有很大的军事实力，而且呢，当时就是这些人出兵、出钱、出人，支持忽必烈呢和他弟弟阿里不哥争汗位。而当时忽必烈他那个贴身卫队、这个禁卫军当中的一些兵将。 也是呢，先前由北方世侯提供给他的。第二就是眼前呢，你看这史天泽擅杀李坦，这是灭口啊，这是事实啊。如果认真追究起来，弄不好呢，就使得这些有实力的北方汉人军阀联合起来,来反对他。所以呢，忽必烈在处理北方汉人士侯问题的时候啊，还显得特别慎重和节制。总的原则就是在迫使这些汉人地方军阀交出军队实权的同时。 对他们先前那些事儿既往不咎，同时呢，利用平定李坦之乱之后这种有利形势，因势利导，继续加强啊这中央集权。忽必烈平定李坦之乱之后呢，当时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大概分为以下六点：第一，削弱汉人世侯私家的权利，除这个汉人世侯本人外，他们的兄弟子侄的那个官爵啊，全部给免掉了，除真定董事。 这个是特别受忽必烈信任的。除这家子以外，忽必烈一度还解除了所有这些地方军阀的兵权。而在以后灭南宋的战争过程当中呢，史家、张家这身的子弟虽然也分别接受这个忽必烈的诏命，率领军兵出战，但那时候他们手下的元朝军队就不再是这些人的私兵了，就成为真正他们率领的元朝官军了。第二。 严格执行地方兵民分治制,制度，兵民官员不相统摄。这个方法实际上耶律楚材早就提出过，但一直呢贯彻不了。而在离坦被平灭的当年十二月，忽必烈就把这种政策作为定制，在全国实行。第三，终止诸侯世袭，实行迁转法，就消除割据的基础。第四呢，在军中换将议将。 使得将领呢不能单独掌握兵权。第五，设立万户府监战，派出他身边那些怯薛军将来监察汉军。第六，取消汉人官僚的封邑。上述种种措施实施之时，忽必烈呢又在中央设置枢密院，以此呢作为总领军事的机关。又加强中书省的权力，把司法行政那些权力啊全部收归中央。通过这些改革。 忽必烈呢，等于就把元朝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牢固地建立起来了。离坦事变发生之后，造成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大大加深了蒙古统治者对汉民族的这种猜忌情绪。从此之后，先前那些这个饱受汉人这些官吏轻视的和压抑的那西域回回人就有大机会了。这些人呢，还是跑到忽必烈那里啊，集体诉苦：“我们回回人虽食道国财物。” 未若汉人秀才敢为反逆，我们这些回回商人出身的人啊，虽然说有时候贪污受贿，但我们不像那些汉人一样，他们要他们要造反。许多回回人呢，从中亚一带远道到,到达中国之后啊，不少人实际上还是具有非常高的文化和技艺才能的，还有许多人呢，特别擅长经商逐利，还有理财敛货。所以呢，这些人既可以供这个蒙古统治者驱策，而又不会呢构成对蒙古统治权的。 呃，基础威胁，李坦叛乱发生之后，忽必烈呢和他手下那些高级的蒙古贵族对汉人就产生了更大疑惧心理，所以呢，日后他们就更加有意识的利用回回人，重用这些理财专家，以此呢来对朝廷内的汉人官僚呢产生牵制。至元二年，忽必烈就正式通告全国，以蒙古人充各路打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 永为定制，这规定啊，实际上就成为日后元朝啊，就整个这个有元一朝吧，这用人行事的基本国策。可见呢，当时忽必烈就是基于他统治的需要吧，他必须利用汉人官吏来为他们办事儿，同时呢，又对这些汉人不放心，所以每一个机关、每个机构都分派一名蒙古人作为正职，对汉人进行监察，同时呢，又配置一名权位相等的回回官吏。 对汉人进行防范和牵制。从那儿之后，元朝的西域回回人在政治上，他们的重要性就大大增加了，中央实权也逐渐呢落入回回人阿合马那些人的手中。由此呢，也导致后来忽必烈朝廷当中啊那一系列的矛盾和倾轧啊，这个我们在先前那些章节中啊都仔细讲过。原始彩蛋：元朝疯狂印钞票。 如果我们以一种调侃的这种语气问大伙儿，干什么赚钱最快啊？我估计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会说出来，那肯定是印钞票造钱最快。要知道，在元朝的时候啊，伪造钞票啊，几乎就是一种时尚，上至宰相，下至平民，从几百人的团伙啊，到几个人的这个就是小团体，大伙儿都印钞票，其中呢，既有多年的老手，也有刚入行的新人。 反正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啊，都是印假钞。当时啊，就差举办一个伪钞大奖赛了。因此，元朝的官员当时就说：“今民间之钞，十分钟，九阶伪钞耳，伪钞遍满天下。”由此就可以见出，在大元朝那钞票啊，那假钞比真钞要多得多。忽必烈时代就专门还下过命令，大概其内容啊就是这样的：凡是你民间制造伪钞，造的跟真钞一样的，而且能够流通的。 制造者处决，你制造出来这个假钞不能流通的，那质量不行的，流放。随着元政府他自己制造钞票越来越多，假钞越来越多，元代后来那宝钞上还有这个呃这样的字样，什么字样呢？伪造者斩，首告者赏银五锭。由此呢，就来警告众人啊，以此呢还来奖励那些告密者。即便如此，这元朝政府啊还是阻止不了啊。 民间，包括那些官员求财这种心理，参与制作假钞的人还是越来越多。 从这一集开始呢，我们讲几个在蒙元政权初期，啊，作为这个蒙元鹰犬的汉人，三个人，一个是张弘范，一个是史天泽，还有一个是郝京，我们先讲这个，呃，灭宋鹰犬这个张弘范，魔剑剑石石顶烈，饮马长江江水竭，我军百万战袍红，尽是江南儿女血。 这首诗呢，乍看起来，气概是非常豪迈。谁写的呢？就是元朝的那汉人英犬那位大将张弘范他写的。题目呢叫《过江》，见题思议，就是他当时啊率领元军跨过大江，击灭南宋这个征途当中，有感而发。可笑的是呢，你看这位大屠夫气吞日月的这种兴高采烈，后来呢，包括现在。 有一些所谓的“人道主义腐儒”，怎么解释呢？说这是作者啊，他是展现他的反省和忏悔，这完全是多多怪事。当时望见自己手下那个援军的战袍被这个江南汉人鲜血染红，张弘范他的心中，在当时啊，只有兴奋，甚至是亢奋。作为蒙古鹰犬，他怎么能生出丝毫的忏悔之意呢？ 讲这个张弘范呢，一定要提他的父亲是谁。张弘范的父亲呢是张柔，张柔字德刚，益州定兴人。他是金朝末年啊，河北地区的汉人土豪。在金朝末年，我们先前也讲过，蒙古军队呢就开始对金国大举攻伐。当时金国河北境内盗贼四起，张柔以什么为名呢？聚众自保为名，拉起一杆子队伍。 金国当时那中都经略使叫苗道润的这个人呢挺赏识他，觉得张柔是一方豪杰，然后呢保奏朝廷，任命他为定兴令。金国朝廷在这用人之际啊，后来又觉得张柔呢挺能干，啊，又给他封官进爵，什么昭义大将军呐、啊，全元帅、左都监啊等等等等吧，高官美职，目的就是想让张柔啊为大金效力。 当时河北啊到处大乱，呃，没过多久，这苗道润就被他手下那副手贾润给杀了。而此时呢，恰好赶上蒙古军队突袭紫金口、狼牙岭一战，张柔骑那个马摔倒了，摔落在地，当时就被蒙军给俘虏了。此后的表现呢，他没有一点汉子气概，马上就投降了。而后引领蒙军反投猛攻那贾润，当时呢，他有个借口。 因为他的老上司苗道润是被这个贾润杀了，当时他就表示我为我老上司报仇。接下来就把金军杀得大败，把贾润俘虏之后，张柔当时就把这贾润的五花大绑，生抛其心，然后祭奠呢他的这个恩公苗道润。他这个举止呢看起来啊好像是为他老上司报仇，实际上呢是向老东家开刀。因为他的老上司苗道润本身。 就是金国的官员，还别说，张柔投降蒙古之后呢，越战越勇，又大败这个金国的真定主帅的武仙，攻克了三十多座城池。蒙古方面呢，也是大喜，也是给他加官进爵，荣禄大夫、河北东西驻路都元帅，哎，官还挺大。日后呢，这个蒙古军队围攻金国的都城汴京，张柔又立下很大功劳，最终啊，等于就把老东家这个金国灭族歼种。 灭掉金国之后呢，张柔又非常卖力为这个蒙古政权、啊、进攻南宋，而且派出他手下最得力的那些将领，跟随那蒙哥汗进攻四川，而他本人呢，当时是跟着这个忽必烈这位蒙古王爷呢进攻鄂州，啊期间呢屡立战功，再后来呢，忽必烈还军北还和他弟弟阿里不哥呢争夺那汗位，就下令张柔啊率军入魏。 而且还把他手下那汉族禁足数千人呢，都调过去拱卫大都，而且呢还下令调派啊，张柔手下的数千名汉族的禁足，拱卫燕京。从忽必烈这一举动呢，就可以见出张柔在当时啊是特别让这个忽必烈放心的，绝对是手下得力大狼狗、得力鹰犬。元世祖至元五年，呃、张柔就病死了，当时活得还挺长，七十九岁。 蒙元政权呢对他还挺好，赐世忠武。日后呢还把他追封为汝南王。张柔这老头儿还挺能生，他有十一个儿子，啊，个个都是一颗红心向蒙古。其中呢就以张弘范最为知名。张弘范字仲筹，是张柔第九个儿子。史书上记载，他善马硕，颇能为歌诗。你们看张柔啊，他自己是河北一土豪军将出身。 但河北地区啊那种好学的风气，就使、是、这位土豪呢对他儿子啊对他这些子弟的教育啊特别注重。曾经延请大儒郝经给他这些儿子们这个教授学业，因此呢这张弘范、啊、绝对是文武双全。而张弘范年轻时候所做那些诗文，如果我们看一下啊，根本啊我们就不能和这个日后杀人百万、流血成河的这么样的一个大刽子手联系起来。他写过一首《游春》。 闲逐东风信马蹄，一边诗思曲江堤。行行贪咏梨花雪，却被桃花约帽低。还写过一首呢，《霜月早行》：霜满西桥月满山，吟诗驴背怯清寒。哪知年少青楼客，醉拥芙蓉梦木兰。如果我们乍看这两首诗，乍一读，就觉得作者肯定是一个非常清癯的、瘦弱的这样一个汉族书生。 与这种诗歌相类似的，还有他写的那个《临江仙》那首词：“千古武陵溪上路，桃花流水潺潺。可怜仙侣胜农欢，黄鹂惊梦破，青鸟唤春寒。回首旧游魂不见，苍烟一片荒山。玉人何处倚阑干？紫消明月底，翠袖暮云寒。”这种诗，这种词，就像那个清朝。 有一个诗评家叫陈延灼的，他就评论过，说张弘范的写的这个词啊，比那个晏殊啊、欧阳修啊这两个人一点都不差。除了能诗能文之外，我们要知道青年时代的张弘范呢，遍览中国古代典籍，他对汉朝大英雄李广呢也特别钦佩，为此呢他还作诗一首，诗名呢叫《读李广传》，“胡使威赢塞北屯”。 汉家飞将气如神，但叫千年英名在，不得封侯也快人。诗呢写的确实挺好。至于张弘范他一举成名的武功呢，就是元世祖中统三年，讨伐李胆啊，这个济南战役，当时就是济南攻城战了。李胆呢，我们先前天讲过，他是这个原来金国红袄军的将领李全的儿子，这父子两个人都不是什么好人，叛贼本性。 当时谁势力大，他就依附谁。趁着蒙古方面蒙哥汗那不忽然驾崩了吗？忽必烈呢，又和他弟弟阿里不哥这个争这个汗位。李坦当时就忽然反叛了。张弘范临出军之时，他那阵他爹还活着，就老奸巨猾那张柔啊，就对他儿子说了：“你围不成的时候啊，务必险地，一定要立营险地。一旦立营险地，你自己呢肯定就没有代谢之心。” 如此，你手下那些军士啊，也会有必死争胜之心；而军中主帅知道你坚守险地，也一定啊，从全军利益出发，等敌人来攻的时候，他肯定也会啊，尽全力啊去救你。如此一来，你就能立下大功。张弘范呢，就把他老爹这番话牢记心中。他当时是跟随蒙古宗王何必赤来围这个济南，于是呢，战前他就自告奋勇。 他就把自己所率的军马、啊，在地势最险的这个城西扎营。李坦在开始的时候啊，还派出兵马啊，这个出城主动的这个进攻蒙军。还别说，他唯独呢不派兵冲击张弘范他的率领的军马。将门有子啊，这张弘范确实也是文韬武略。他当时就借主手下那些将领，我军营于险地，李坦独向我们示弱，不以军来犯，定会趁夜突袭。 于是呢，他就命令啊手下的军士筑起长垒，然后呢又埋伏战士，而且在那长垒之外又挖深壕，然后呢就把他军营的东门啊开始这个打开。天一擦黑，张弘范呢又让兵士把白天挖的那壕沟啊加深加宽，等于是比从前啊又宽了深了两倍多。果不其然，大半夜，济南城那李坦就派着这个手下军士前来偷营了。 这些叛军呢，抬着那个飞桥和长梯，蜂拥而至。李坦那些军人呢，白天就看见张宏范这个兵士在那挖壕沟。当时他们根据目测，就赶制了尺寸差不多的工具。结果，就是因为先前张宏范啊，趁着黑天又让军士加深加宽了壕沟，所以呢，这批突袭的这个李坦军人，把那个云梯啊、啊飞桥什么东西一架一靠，结果呢，尺寸不对。 一大帮子这个前锋军啊，稀里哗啦就掉到壕沟里了，啊，有摔死的，扎死的，当时死了不少人。即使那些没被摔死、没被这个底下那个尖桩扎死的，也被埋伏的那些猛军啊，刀砍斧剁，加上箭射、啊，基本上都全歼了。即使如此，还是有几百人呢，跃上壕沟，但是都没有能攻进那个垒门，都被元军的伏兵啊，用那个弩箭给射杀了啊，基本上一个不剩。这一战下来。 李坛手下那就数千人被张弘范手下军士杀掉了，他们两个主将呢还被生擒活捉。在燕京那老贼张柔得知这个事儿，当时是轩然大笑，对人高叫道：“真无子也！”得知立下如此大功，忽必烈呢还亲自召见张弘范，马上呢把他升为顺天路管军民总管，又赏给他一个金虎符。转年就命令张弘范坐镇大名。张弘范这个人呢，他不仅能杀能打。 还有行政管理之才。大明呢，忽然发水灾，也没经上报，张弘范呢就擅自啊免掉当年啊，大明这些军民的赋税了。忽必烈听说这个事儿呢，挺恼怒了，就把他招入这个燕京，就责问他：你为什么没向我报告，就把这个大明的赋税、呃、擅自给免掉呢？如此一来，我们大元朝廷就收入不是少了很多吗？张弘范当时是跪地叩首，非常诚恳地说。 今年大水是颗粒无收，如果非要这些军民还交那赋税，哎，肯定的死人不少。死了不说，不少人肯定还会逃走，民死民逃，明年这赋税从何而出啊？不如我们今年暂时把他们的赋税都免掉，来年呢视情况加收。如果丰收了，肯定要找他们多收钱啊。如此一来，这大明还不是陛下您的一个大粮仓吗？大财库吗？忽必烈闻言大喜。 还忙说：“请慎之大体。”再后来，元军呢就开始加紧进攻宋朝，而张弘范呢一直就作为先锋将，特别是襄阳、樊城那关键战役，张弘范呢又出力又出谋，身先士卒，最终克樊城、降襄阳。而后呢，他又陪同南宋的降将吕文焕回到燕京，拜见忽必烈。当时忽必烈也是大喜啊，赐给他锦衣啊、保安啊，包括这个银两吧，也是无数。 在江南战役之间，张弘范呢，当时是胆气倍豪，写了一首词《鹧鸪天·为襄阳》：“铁甲山山渡汉江，南蛮犹自不归降。东西势列千层后，南北军屯百万长。弓扣月，剑磨霜，正安遥日下襄阳。鬼门今日功劳了，好去临江醉一场。”从元世祖至元十一年开始。 元军统帅伯颜呢，就率领这个大军打响了灭宋的最后一战。而渡江前锋就是这位张弘范。至元十二年夏天，张弘范呢就率领元军，相继把这个贾似道啊、孙虎臣率领这个南宋水陆大军吧，全部击败，长驱直入，直杀建康。忽必烈呢，当时忽然下了诏旨，还想制止元军啊，这个一再前进。 就怕天气暑热引发疫病啊，降低这个援军的战斗力。张弘范当时就像伯颜力谏，他说什么呢？就说我们现在啊要乘破竹之势，一鼓作气，全歼宋军。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啊飞马驰回大都，向忽必烈讲述当时的形势。得到这个元朝皇帝首肯之后，他又飞驰回到这个江南地带，回到作战的最前线，分别击败南宋大将那个江才啊那些人。 而且在焦山决战中呢，出骑兵，把张世杰和孙虎城率领那个南宋水师啊，杀的是血染大江，夺取南宋战舰上百艘。最终呢，他就和那个伯颜一起率领的大批援军，兵临临安城下，也就是杭州城下，使得当时南宋的谢太后还有那个小孩宋恭帝呢，不得不出降。至元十五年，南宋大将张世杰啊，就在海上。 又立这个南宋那广王，也是个小孩了，那个叫赵炳的，以他为皇帝。因为宋恭帝已经投降了吗？张世杰这阵儿自告奋勇，统兵杀向明广之地，就准备为元朝拔掉最后一颗眼中钉。顺便说一句啊，南宋那大将张世杰啊，和这个张弘范是同族。忽必烈本人呢，就深知张柔、张弘范父子啊，对大元朝非常忠勇。 下诏封张弘范为蒙古汉军都元帅，辟辞的时候呢，作为一个人精，张弘范当时还假意推辞啊，是，就不想当主帅。他怎么说呢？汉人自本朝之始，无统蒙古军者，请陛下命以蒙古宗臣为主帅，为臣复之。看张弘范如此说呢，忽必烈是又喜又叹：汝能以汝父为榜样，为朕尽心，何辞主帅？马上叫人过来。 赐给这个张弘范锦衣玉带，张弘范呢还真挺会来事儿，他就觉得这个锦衣和玉带是花里胡哨的东西，就表示说，微臣还是喜欢宝剑和铠甲。忽必烈还挺爽快，马上命人到武库，把其中最好的剑甲都搬到大殿，一大堆东西就让这个张弘范你自己选吧。选好之后，忽必烈就下旨，剑如之父也，有不用命者，轻可专杀。 也就是说、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忽必烈就明明白白地对张弘范讲：“你呀、啊，在这次这个征伐当中拥有绝对的威权，无论是蒙古还是汉人这些各族的大将，但凡有不听你命令的，你完全可以当时就杀掉他。有忽必烈、有皇帝撑腰，张弘范当时抖擞精神，先是纵马飞驰到扬州，择选将校，然后又选了两万水陆精兵，而后呢，派他弟弟张弘正作为先锋将。” 分道南征，张弘范这次南征，又能为他蒙古主子立下多大的功劳呢？我们下次接着讲。原始彩蛋：元朝无酒不欢，高度酒是元朝社交的必备佳品。即使在元朝政府、元朝宫廷那些重大的庆典仪式当中，这酒也是其中啊必不可少的东西。到了元朝，酒的种类和品质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正是随着当时蒸馏技术的普及，酒的这个纯度和酒精度、啊、都有了显著提高。根据史料记载，包括这个后世专家的推断，元朝时候呢，酒精度数啊就应该在五十度左右了，最高可达六十度，这就和咱们今天的白酒度数相当了。我们一定要知道是什么，在元朝之前，中国的酒不是蒸馏酒，是酿造酒，所以说武松啊，呃，才能喝这个十八碗以上。而且呢，元朝蒸馏酒的酒类非常多。 比如说什么阿杰拉酒，阿杰拉酒呢，就是一种用大麦、豌豆、小麦等等吧原料配置而成的蒸馏酒，就跟咱们现在的五粮液、六粮液这也差不多。而这种阿杰拉酒在元代就非常流行，无论是宴会啊、庆典啊，大伙儿都喝这个。其中呢，还有一种苏合香酒，也是蒸馏酒，但这种蒸馏酒是药酒啊，它有什么呃祛风散寒啊、舒筋活血啊、止痛啊，有这种功效。 此外呢，随着元朝对外开放的一种发展，葡萄酒在元朝就非常兴盛了。至于这葡萄酒怎么个兴盛法，我们在下一集彩蛋再接着给大伙讲。 上一集呢，我们就讲到张弘范啊率领元军南征，元军这次南征呢是连战连捷，擒文天祥，拜张世杰，最终呢在崖山一役当中彻彻底底把南宋就给灭亡了。对于元朝来讲，就四个字：临海西平，他就成为元朝的不世功臣之一。其间的过程呢，我们在讲《宋史》讲文天祥的时候呢。 已经详详细细地讲过，所以呢，梅老师就不一一赘述了。如此，奇功告成。回京途中呢，张弘范当时也是豪情万丈，又作了四首《木兰花曼。人呢不是好人，诗写的确实特别好。我给大家呢展示一下他其中的两首：“功名归舵赠，辩佛秀不须经，且书剑蹉跎，临泉笑傲，诗酒飘零。” 人间事，良可笑，似长空，云影弄阴晴。莫弃穷途老泪，休怜儿女心听。浩歌一曲泛牛声，天际暮烟明。正百二河山一时冠带，老雀生平。英雄一应无用，拟风尘。万里奋鹏程，谁忆青春富贵？未怜四海苍生。混鱼龙人海，快意兮起鲲鹏。 驾万里长风，高掀北海，直入南冥。生平许身报国，等人间生死一豪情。落日旌旗万马，秋风鼓角连营。严防灰冷已如冰，余尽淡孤星。爱同筑新宫，欲观其节，特请高英。胸中凛然冰雪，任满烟瘴雾不须惊。整顿乾坤事了。 归来虎拜龙庭。如果我们乍一看，他的这些词啊、这些诗的内容，就认为是哎汉族王朝时候那个封侯拜相的哪位爷这种精忠怀国之作，一腔浩气之间，竟然有淡淡的哀愁。张弘范灭宋，也不知道是天谴还是报应。就在他灭宋的同一年年底，张弘范呢在燕京，他就患上重病了。 当然了，说报应啊，说天谴啊，这个都有点唯心主义。应该呢，就是因劳成疾，因为他为这个大员太操劳没几天，这哥们儿就卧床不起了。忽必烈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忧虑，不停的派遣御医给他看病，同时专门下诏，命自己的御林军啊，专门为这位能臣守门，啊，禁止任何杂人来打搅他。最后呢，病的不行的张弘范回光返照。 沐浴之后，换上新衣，到了中庭，面阙再拜，退坐之后呢，命酒作乐，和亲友一一告别，把家里那些杂事交代之后，他又拿出御赐的这个剑甲，对他儿子张圭就说了：“汝父以此立大功，汝佩之，勿忘为大元尽忠。”一番表演完毕，这老小伙子呢，端坐而卒。他死的时候才四十三岁。忽必烈听说这个消息。 啊，也是震倒，就非常难过。而张弘范死之后，元廷给他的那个谥号啊，和他爹一样，和他爹张由都是一样的谥号，就是忠武。后来到元仁宗延佑年间，元廷呢又追封他为淮阳王，又改了一个谥号叫献武。所以张弘范这个人呢，为蒙古人狼本使徒了一辈子绝对称得上是死而后已。张弘范死了，这还不算完。 这老张家还是接着给这个元朝啊出忠臣，他儿子张圭也是元史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如果我们摊开元史，张柔、张弘范、张圭、祖父孙三个人分别有传，第三十四、第四十三、第六十二，由此可见，这祖孙三人啊，他们对蒙元的贡献是有多大。张圭字公端，也是个文武全才。他少年时代呢，跟他爹张弘范。 进入树林当中涉猎，忽然有猛虎扑前，张圭当时啊就抽矢之前，一箭而洞穿虎喉，使得异军皆惊，因此呢，绝对说得上是将门虎子。平定广海的时候呢，张弘范当时啊升服了南宋的礼部侍郎，叫邓光建的，邓光建是个大儒，于是张弘范呢就让邓光建呃教他这个儿子、啊、这个张圭，这些诗文啊。 这些儒学啊，就等于是给他儿子张规当老师了。作为大儒呢，邓光建也是谆谆教导，果然就把这个张敦啊调教成一个日后出将入相这样一个人物。张规十六岁的时候，已经成为这个蒙元、啊、军中的一个这个将校了，而当时的职位呢还不低，设管军万户，基本上就是现在的师级干部了。至元二十九年，忽必烈呢追念张柔、张弘范父子旧功。 拜张圭呢为枢密副使，枢密副使这官职可不低啊，类似于现在的国防部副部长。而当时任太傅高官的就蒙古贵族玉儿鲁纳演，他就劝谏张圭呢，现在太年轻了，先让他做这个枢密签书。如果真能大用的话，日后再提升他也不迟。枢密签书呢，就是类似于国防部的一个司长。忽必烈马上摇头表示不同意。 老张家为我大元灭宋灭金，三世尽其死力，岂可吝惜官职呢？不仅委任张规啊为枢密副使，而且还马上又给他增爵，镇国上将军。日后那个张规服侍了元朝几个皇帝，绝对是尽忠尽力，知无不言，是言无不尽。他对大元朝呢，就跟他爷爷跟他爹一样，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鞠躬尽瘁。可悲可叹的是啊，你说这老张家。 从这个祖父到子，三代三世啊，作为这个蒙元的鹰犬，文公武治吧，似乎呢应该留得万世青史的这种英名，但时至今日，我们后人能记得住的，只有那张弘范、啊、崖山灭宋这件事儿，只记得他杀人百万的这种屠夫行径，还能够依稀知道这个明朝的这个儒生那两句呢讽刺的诗文。 雷公其实张弘范不是胡儿是汉儿，在元朝太定帝时期呢，张圭还亲自上书，其中引经据典，力劝太定帝全面清算那权臣铁木迭儿，包括那个弑杀元宗的那铁师那些人的罪责。这件事儿呢，我们在后来会专门细讲。现在呢，就讲一讲张叔这个人啊，他上这个书奏当中这种文采。 这篇书奏呢，在情在理，写的特别好。国之安危，在乎论相。昔唐玄宗前用姚崇、宋景则治，后用李林甫、杨国忠，几致亡国。随赖郭子仪诸将效忠竭力，克复旧物，延安自恃藩镇纵横，纪纲一不负朕。良有李林甫渡害东梁，布置邪党，奸祸蒙蔽，保禄养祸所致也。前宰相铁木迭儿。 尖角显身，阴谋丛出，专政十年，凡宗气无极者，巧势微奸，因重以法，宗侄被诛窜者甚众，时以赃败，方复全歼师弟门及毕姓野力失班之徒，苟全其生，寻任太子太师，为己仁宗宾天，诚实性变，载入中书。当英庙之初，与师力门表里为奸，乌杀萧阳等，以快私怨。 天讨元凶，十连门之党季诛，作妖上功，随获信任。柱子内部素位，外具险要，必上易下，杜绝言路，卖官鬻爵，微服己出，一令发口，上下鼓励，稍不附己，其获利之。权势日炽，中外寒心。又是群邪并进，如逆贼铁尸之徒，名为义子，实其腹心。忠良必忌，坐待收计。先帝悟其奸恶，普悲夺爵，即没其家。 终以一患构成势逆。张圭啊，在这篇书奏当中引经据典，但凡我们对古汉语有所感觉的这个观众听众呢，啊，听了上述就这个片段嘛，就都能知道张圭这个人呢文才有多大。对于当时张圭的建议呢，太定帝虽然不能啊全部依从，但也非常啊敬重这位数朝老臣，而且没多久呢，还专门赐诏给张圭，常见免跪拜。 赐小车，得呈至殿门下。作为老功臣，平常你见朕就不要再跪拜了，免去这个常礼了。然后还专门呢赐他一辆小车，别的大臣呢入皇宫都得走着进去，他能坐车呢到那殿门之下。泰定四年，张圭呢病死在家。让人万万想不到的是，张圭病死之后，祖孙三代作为蒙元英前的这个老张家，竟然遭到灭族惨祸，这、就是怎么回事呢？ 元朝这个泰定帝驾崩之后啊，元明宗、元文宗兄弟和那个天顺帝争位，这两派支持者呢就大打出手。详细情况呢，我们会在后面详细讲。现在就大概起讲一下：当时在上都的蒙古诸王，在紫金关呢就把大都出来的这个蒙古诸王率领的军队打得大败。而大都这些宗王，他们率领军队撤退的时候呢，就到处这个剽掠杀人。 而张圭的儿子张景武，当时呢是保定路的武昌万户，他有军职。这个时候，那张圭已经病死了，于是这张景武呢就依仗着自己是当地的这个术士豪强，而且他们上几代都是晋中大员啊，他有底气啊。于是呢，就率领他手下的民兵，手持大棒，把当时数百名溃逃的时候抢劫杀人的这个大毒援兵啊，都给弄死了，打死了。 等于是保家卫乡。如果后来上都这些宗王这一派获胜，那估计张经武肯定要得到大大的表彰。结果呢，大都蒙古宗王那些派系最终获胜了。接下来，蒙古宗王有个叫俄森特的，他率领大军就路过保定，开始反攻倒算。这些援军冲进张家大院，把包括张经武在内的张弘范的五个孙子全部抓住，酷刑处决。 这几个人都是张圭的儿子啊，而后呢，把他们家的家产全部抢空，然后又把张家女眷全部交与元军而入到军营，结果肯定是遭受轮奸，然后被杀了。而当时张家唯一留下的一个活口，就是张弘范的一个孙女。元朝那王爷鄂森特看到这个女孩的貌美如花，把她奸污之后呢，就纳为妾室。由此可见啊，这老张家最后下场也真够惨的。你想让他们数世。 为蒙古人卖命，最后呢就换来这个下场，可悲可叹，可怜可恨。原始彩蛋，风靡元朝的葡萄酒。上集彩蛋呢，我们就说到了葡萄酒，就说这种酒呢，在元朝非常流行。葡萄酒在元朝啊，不仅在宫廷当中饮用，后来呢，随着葡萄酒的一种普及，民间呢也有售卖，而且酿造规模是越来越大。根据《饮膳政要》这本书记载，葡萄酒有数等。 有西番者，有哈拉火者，有平阳太原者，其味都不及哈拉火者甜地酒最佳。也就说明元朝当时那葡萄酒，无论从西域，呃，就这个中亚、西亚那地方传过来的，还是什么太原这些地方造的，都有葡萄酒。而现在当时的山西地区还流传过一首诗，自言我晋人重此如重玉，酿之成美酒，令人饮不足。由此呢，就可以见出当时的这个山西一带老百姓啊。 就把这种种葡萄酒啊、酿葡萄酒看成一件非常自豪的事情，而且元朝做这种葡萄酒怎么做呢？取葡萄数十斤，同大曲酿作，取入增，蒸执以气成其滴露。这种做法就类似烧酒了，实际上就是白兰地了。